近日有网友在微博爆出偶遇易烊千玺与小伙伴骑车春游的照片，照片中易烊千玺戴着口罩，身穿休闲装，变回高中生。不过他露的脚脖子也很吸睛，看着易烊千玺露出的脚脖，粉丝们都在关心冷不冷，当然还有老母亲和女友粉同样操碎了心，心疼宝宝比着凉。有网友评论道，这样的羊才是一个高中生该有的生活呀，难得有时间和朋友出去玩，要开心哟，这才是高中生应有的模样，希望他每天都开开心心。还有的网友也希望可以与自己的偶像来场偶遇，啥时候我也能来场与千玺的偶遇。